说到台中的特色，就会想到阳明国际的精密机械产业。台湾位居全球四大出口国，具世界领导地位，这也是现在台湾强大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基石。台东工业区位于大陆山的台地东侧，总面积580公顷，最早从1973年开始发展，随着时间面积不断的扩大，最初以传统机械制造起步，是60年代十大建设最重要的后勤支援部队。技术成熟后就开始发展升级成工具机产业。另外加上南边后期开发的台中精密机械园区，这个产业聚落共汇集了2000多家厂商，从业人数约8万人，年产值新台币4500亿元。再加上大陆山北路的中部科学园区，拥有相辅相成的产业链，大陆山可以说是全台最赚钱的金山。而最近台东工业区又多了一块扩充的从化区，使早已饱和的工业区又再有扩充的空间。这块地就位于台东工业区的西侧，诚意四地之半从化区。这里先简单说明一下置办从化区。所谓的置办从化区，就是经大多数的地主同意，将区域内的土地重新规划，铺设新道路及公用设施，让它更符合现代的使用需求。简单的说，就是将先天规划不良、功能不佳的土地打掉重练。目前全台的置办从化区数量，台中的总面积为全台之冠。台中近十年来，民间自办从化区超过20个，公办从化区也就仅6个。自办从化虽无公权力做后盾，但在地主与开发商的合作下，开发成果及速度都是远超过公办从化。而在这么多的台中市地自办从化案中，最有名的就是水南经贸园区、高铁新市镇从化、北屯区的长春自办市地从化，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进化成整齐大方，看到成果后就觉得一切都值了。再回到诚意置办从化区，面积约15公顷，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紧邻台中工业区，与工业区38路至42路串接，又有向上路、五权西路的主干道环绕，10分钟直上国1、国3。还有高铁、机场、台中港，放眼全球的格局。从化前是一大片未开发的农地，共有626位土地所有权人，土地分割非常凌乱，看到强迫症整个压起来了。另外，从化区内还有军用的碉堡，自带文化彩的稀有物件。从化后成为工业用地，这是台中第一个自办市地从化开发的工业区。2014年，地主们有了初步共识，成立了筹备会，目标改善土地使用效率，提升环境品质，增加公共设施，促进未来发展。2018年正式成立了从化会，2年后核定从化计划书，2021年开始动工整地。因为本来没有完善的内部道路与四大管线系统，所以从化工程一并导入设计。整合了地下电缆、天然气、水、智慧路灯，以后道路就不会再被挖得坑坑巴巴。从化工程也包含了公园等公设，1年之后完工。原本一片杂乱无章、无人打理的荒地，经过细心的规划打理后，焕然一新，看了真的是蛮感动的。夕阳西下，路灯点亮，气场完全变得不一样。还可以从大肚山上远眺台中的市中心。土地分区从本来的农地变更成工业用地，2022年评定从化地价，地价也跟着从化后大幅的升值。值得注意的是，军方留下的4座碉堡在这次从化中完美保留下来，当作公园设施，其中一座还整合了共荣式邮局，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哦。如果此区能进驻国防相关的产业，形成聚落，应该会蛮有意思的。关于自办市地从化的好处，大致有以下3点：第一，地主直接参与土地开发，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价值，改善环境的品质；第二，
减少政府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抗争，因为地主是自愿参与的，而民间企业开发效率会比政府快很多。嗯，你懂的。第三，促进社区凝聚力和参与度，因为地主是共同利益为基础，一起合作打造理想家园，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特色和需求来规划重要的公共设施。讲了那么多好处，也来说说困难点。第一，必须要征得区内土地所有权人半数以上同意，可能会遇到部分不愿意的情况。第二，作业流程较复杂，需要申请成立筹备会、重划会，核定重划范围、拟定计划书、计算负担及分配、设计申请地及整理等多项程序，并需符合法令规章的要求，所以一般都会交给有经验的开发商协助办理。像这个案子就是重划会委托准信土地开发公司协助办理，过程就会顺利省心很多。最后，既然参与了市地重划，那地主们就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怎么分配重划后的土地。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地主需要负担重划区内的公共设施开发建设所需的费用，其中开发用地由地主以土地折价抵付，扣除公共设施用地及开发费用后的土地，就是地主重划后可以分配到的面积。对少部分的人来说，这样多数觉得是有些粗暴，但这也是都市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时代一直在进步，城市也必须升级成符合现代发展的需求，该有土地高效运用的样子。工业区的持续扩充，对于台中成长动能的健康度来说相当的重要，毕竟不断移入的人口也需要有新的工作岗位。看看那腹地广大的13期、14期水南经贸园区都只有住宅及商业区，还缺工业区平衡支撑城市的发展，台中工业区的开发速度是不是应该要再多加把劲？台中科技廊道是有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中部科学园区、台中工业区三大工业区所串联起的产业聚落，是中部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一环，更是全球最重要精密机械的聚落。目前已经摘下全球单位面积产值第一及全球密度最高精密机械聚落的双冠王，这个产业链带动了500家大厂和上万家的小厂，跻身全球工具机第四大的出口国，也是支撑台中人口成长的主力。如今诚毅重划区的加入，又能再一步的增添柴火，扩充成长，让我们期待它的未来发展。未来的自办重划有需要，也可以咨询准信土地开发团队，一同为城市的繁荣成长出一份力。OK， 本期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 ，See you。